是小明的屁股呀！哎呦，哎呀，我可真不想老啊！你后面干什么呀？别吵了，安静！现在什么时候了还闹？你们就不担心鬼神童子吗？我也看他好像精神不大愉快，可有什么办法呢？这也可以理解，他被那个叫什么犬神的男孩奚落的一点面子也没了。怎么？你知道吗？我比你略胜一筹。阿奇奶奶，难道鬼神童子不是最厉害的吗？不过犬神说的话会不会是真的呢？这世上剩下的卡尔玛蛋全都是我这只黑帝的，黑帝吃了这些饱含人类欲望的卡尔玛蛋，就会变成破坏这个世界的魔神兽。魔神兽它是什么呀？小明姐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啊？咱们好不容易打败了卡尔玛，迎来了和平，现在又……怕什么？只要比神犬先找到卡尔玛蛋，再把它永远的封上，不就完了？就是，让鬼神童子吃了更好。说的对，一点也不错。你们两个简直什么也不知道。问题是，怎么才能找到卡尔玛蛋？现在要找卡尔玛蛋，确实也只能靠鬼神童子用鼻子闻了，咱们这些人什么劲儿也使不上。原来这样，就是说围绕着那个叫卡尔玛蛋的东西，鬼神和犬神要不断地展开争夺战了，这可有好戏看了。你什么意思？我说的不对吗？自古以来日本的那些鬼怪们不都是正面交战的吗？我就是研究这些的，所以兴趣很大了。真冷酷，好像局外人一样。我告诉过你，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明白吗？气死人了！小明别说了，
我也知道这样做不礼貌，但如果不这样谨慎的话，就没有办法坚持搞异常现象的研究了。对不起，我先休息了。谁要自理？那个混蛋，下一次要是再让我碰见他的话，我非揍扁了他，就这样。哎呀，疼死我了。小明啊，我看你也累了，赶快躺在一慧小姐身边睡吧。啊，怎么，那个一慧也要住在咱们家吗？他嘴上不服输，可是受了这么重的伤，最好还是静养一下。那好吧，就让他好好的静养一下。让你担心了。啊，是的，我今天住在这里，再调查调查。是吗？那好，我也在这儿待一会儿。我现在要看看上次那个东西。对，我现在就取出来看。啊，不要，教授，你先别取出来。你能不能等我回去再说呢，教授？啊，发生什么事了？当然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假如你说的是真的，那么我想有必要尽快查清他的真实面目。是，我明白了，看来我阻拦教授也是徒劳的。不过教授，今晚的月亮很圆，我建议你去赏赏月。那么再会了，教授。啊，打搅了。你叫丽琳是吧？啊，是啊。你拿的是什么？这是检测器。啊，你是在找鬼神童子吧？他总是乱跑，常找不着。要是你要想问什么事儿，别客气，问我丽琳好了。为了一慧小姐，我在所不辞。顺便告诉你，我是金牛座的。啊，师傅，你可不能偷偷抢先啊，丽琳。哎，谁偷偷抢先了吗？啊，一慧小姐，这家伙屁股上的胎记还没退尽呢。Yeah. 姑娘，在这美丽的月光下，你跟我一起欣赏明月，然后读一些日本的古诗，怎么样啊？师傅，你太欺负人了，是我先给人家搭上话的嘛。你还犟嘴，你正在修行，怎么可以接近女人呢？这样不行啊。真讨厌。你们这些家伙，这会儿我正气不顺呢，再这么吵吵嚷嚷的，我非吃了你们不可。是。啊？这是干什么呢，凡人？你想干什么？你不许动！啊！你敢对本大师下命令啊？哦，这就是鬼的生命波吗？和其他的生物完全不一样啊。你敢胡说？能附在人身上？我对漂亮女孩从不说谎。耶！啊，教授有危险！教授，教授是谁呀？等一等，发生什么事了？教授在看卡尔玛蛋。
啊，卡尔马蛋，回头再给你解释。哎，鬼神童子，发生什么事了，小明？阿奇奶奶。这么晚了，谁呀？请你赶快离开那儿，教授。嗯？这是什么？这太妙了！是谁？阿金，待在这儿，听话，一定不要从车里出来。别过去！为什么？他会过来的。什么？啊！教授，桑哲教授，躲开！这家伙已经被复魂蛋附体了。啊！真妙啊！那个标本会有这种现象啊！一会君。你把从现在开始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教授。终于出来了。激光枪放在车里了。寿涵，咱们什么时候买过这个车啊？老姐姐，这不是咱们年轻的时候我买的美国驻军的便宜货吗？你真的不知道啊？别管这车怎么来的，快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好像今天晚上一慧小姐大学的教授要研究卡尔马蛋呢。不管怎么说，那个大好人现在很危险，咱们快去。你个混蛋！呀！哦！不好！一慧小姐，我们来了。小明，快召唤鬼神童子，我来保护阿晶。鬼神童子啊，来吧，上回让你占了便宜，这次我要回击你10000个。发动时机，快！
小明，快叫金刚斧！执剑的霸者，请你化作还我黑暗的武器，赋予我力量吧，金刚狼！啊！龙鬼装，金刚斧！鬼神童子马上就能打败他。他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破坏力？恐怕他不是复魂怪兽，而是卡尔玛的怨念生出来的卡尔玛兽吧？啊！我真是混蛋，我怎么使不上劲儿？哎呀！阿七，那样不行，咱们是打不过他的。鬼神童子，请你来救救我们吧，鬼神童子，快来救救我们呐！鬼神童子。这是什么？护法手镯又闪光了。这和上次一样啊。看来他不要紧了。教授，您就是教授吧？啊，太好了，你还活着呢。怎么了，露露爬爬？啊，他是谁？那个鬼好像也在盯着这个蛋。你不要生气，黑弟，这不是挺有意思吗？不见了。现在好了。真不好意思，我又欠你一个情。多少你有点相信我们的力量了吧？谁知道，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你这人一点也不诚实。
那东西能附在人的欲望上，真没想到。易慧君，我们现在要调查的东西看来还真不少呢。但他们还没把罪受够。啊，不管怎么说，教授也没事了，卡尔马旦神权也没夺走，被封上了，这结果还不错了吧？你说呢，易慧小姐？我的汽车呀，我的汽车呀！真对不住，真对不住受害师傅呀！碧林，你快去安慰安慰那个人吧。好吧，最好是那样。阿静体内好像蕴藏着一种东西，他会不会是……啊，卡尔马旦！精灵童子啊！那光芒到底意味着什么呢？にとって懐かしい大切な人、そして電気の新たなる力が解き放たれる時がすぐそこまで来ていた。次回方向